晚上十一点多，屏东万丹泥火又喷发了，这次冒出熊熊火焰。夜间泥火大喷发，从晚上十一点多一路喷到早上五点，狂喷六小时。附近民众早已见怪不怪，这一次围观看喷火，喷火高度4公尺，约2层楼高，还烧到电线，飘出塑胶味。火吼盖管2-3楼管，所以有吓到一电线。火盖大，哎，就暗电线都烧去，这天理嘛。有民众一早从外县市赶到现场，想看泥火喷泥浆，还有大人带着小孩到此一游，一个晚上5个喷口齐发，相当壮观。就是咱遮有啊，就是有某一个所在，就是地动，拢拄啊好赶日，或者是前后，安尼就对啊。这次喷出泥浆大约2公尺，距离上一次喷发时间只有短短距离3个多月。附近稻田受到泥浆覆盖，稻作损失。虽然泥火喷发是自然现象，但已经造成农民和庙方困扰，真的伤脑筋。记者张春华评论报道。海皇 XO 干贝酱这一罐很厉害，很威，好吗？它的蛋白质呢是鸡啊、牛啊、虾的3倍。这么好的干贝酱去哪里买？是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电商的网站，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喽。好，希望大家爱用哦。